委托。金大人，你的好意本官领了，本总督今天就要在这两江大堂之上功臣贺礼雅贺礼上堂。于大人，上堂。押杀人犯贺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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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堂。罪犯贺礼，还不快快跪下！我堂堂爱新觉罗的外戚，给你下跪！跪下！你算老几？跪！罪犯贺礼，回本堂问话。于和的车夫可是你亲手所杀？不是我杀的，难道还是你杀的不成？回本堂问话，于和的车夫是谁所杀？是本将军杀的，怎么样？我再问你，柳敬阳是谁死？当时你不都看见了，还问什么？回本堂问话，柳敬阳是被何人所杀？是老子杀的。好，华丽，你作为义军统帅，国家将领，封疆大吏，皇家外戚，不思天下安危，不虑社稷江山，不屑民生疾苦，不提皇上恩威，赤刀心胸，枪杀无辜，罪不可赦。于成龙，你记得我是皇家外戚，记得我是国家将领就好。你这个总督无权审判，在皇家我是当朝皇上的外甥，是皇亲国戚；在江宁，我是这两江的领衔长官，是你上司。你要是明白事儿，就马上给老子松绑。本总督会给你松绑的，别急，等你的项上人头落地的时候，自然会给你送过。于成龙，我要回京城，我要让皇上审我。你没有这个资格。你要干什么？于大人，于大人万万不可如此行事。贺礼将军乃皇亲国戚，一品大员，纵然是犯了死罪，也应当交由众人府来审理。于大人，下官请你立刻停止对贺礼将军的审判，将他移送京师，交由宗人府审理处置。傅太大人，听你所言，本总督没有审判贺礼的权利。你的确没有审判贺礼将军的权利。那我要非审不可呢？你说非审不可，本官
只能召集两江之地三品以上的官员联名上书皇上参劾你。很好，你参你的，我审我的，我们各行其事。所以范贺礼，本总督现在就宣判你的罪行。于成龙，你没有这个权利。于贵荣，你给我退下。你所以范贺礼，你听好了，你给我听好了，要是敢如此这般审判我，第一个饶不了你的人就是皇上。我要回去，我要回京城，老子要回京城。你想回京，你落到本总督手里，你回得去吗？贺礼，你横行乡里，横征暴敛，欺君害民，作恶多端，本官现在要代表朝廷，代表国家，代表两江的老百姓判处你死刑。你判我死刑？我是八旗贵族，是皇上的外甥，你判不了我，朝廷不会认可，皇上也不会认可。你别忘了，本总督兼有朝廷兵部尚书之衔。来人，来，将故意杀人犯贺礼押出衙门，即行问斩。江苏巡抚余国柱联名两江三品以上大员参劾于成龙僭越朝纲不行上奏斩杀贺礼的奏折，你们这些部院重臣可都已经看过了？看过。好，启禀皇上，这是两江总督于成龙刚刚派人从江宁送来的贺礼将军的驾诏。让诸位臣工们都看看吧。是。是江宁大将军，他是朝廷一品命官。于成龙不顾贺礼是朕的亲外甥而斩了他，朕想说这个于成龙他是胆大包天。